汉纯这边一个人坐拥三球，主动攻击他。我接了，好，就是挡掉，挡掉。现在局势逆转了，变成蓝队队王。哇哇！壁球方面，他一个关键的接球，然后逆转战局。三圣区的比赛，第一局的比赛开始。哇！现在呢，往前中间那颗球，黄队抢到了，黄队马上杀了。薛慧珍马上林佳佑，林佳佑赶紧发动攻势。好挡，好高，那么一响，第一球隔挡了下来，但第二球没能挡下。对，球比较多哎，攻击哥，可惜了，可惜这个。不要急，只会球给稳下来。山村加油，保护好！林志宇打到了，山里太急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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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蓝队必须要主动进攻，因为他们的球权比较多。对，他们有三颗球，咬耳朵了，要打谁？要终于 IP 吗？哇！果然是有他们的策略所在，不要不要，这样成功对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这羽绒刚角落生物啊，存活的角落的，这羽绒打到脚，不要急。脚的位置很难挡，不要，非常难挡。安全保护好，格挡他。就是已经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。对，你打住三个，不要忘记角落生物。角落生物，谢羽绒。差点忘记了这个，对他从头到尾都在那里，没有人注意到他，真的。Lucky 追上去，你在那边打不到。这个时候直冲弹药的时候，球权目前还是黄队比较多。不要急，再下去，再传，加油 ，Lucky。球往前，第一号你要盯着人。球子清头，追上去。Lucky， 哇，又挡胡灿存，胡灿存得挡两球。伦伦，竟然就没有采取角落生物的攻击。你打男生的，你要追上去，你这么远打不到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对，但是真的没有人去砸他，哎，真的哎，完全格挡哦，好，打到了，打到了 ，Lucky。要打哈，球不能掉。球子清，上。对，球子先躲过，陈晨也躲过，漂亮！女生，女生，对，好，泥鳅是泥鳅是啊，放在里面就好球。哦，涂善纯这边一个人坐拥三球，所以他那现在把先把，对，先把球先丢给黄队。善纯注意时间差，小心。对，红队要主动攻击他。我接了，好，陈晨一定挡掉，精彩了！精彩了！现在局势逆转了，变成蓝队对黄队，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，不要急，整个逆转的情势。三颗，三颗，但比赛都还没有结束哦。局势逆转，现在第一局的比赛，蓝队。拿了下来，第二局的比赛开始。好，结果蓝队只有一个人向前抢球，涂善纯，结果黄鸿轩被削到了，林佳佑被接到了，立刻又回来。这是什么样的剧本啊？我也没出去啊，你打我。看得出来一开始很保守，屁股中弹，真帅！黄鸿轩又出局一个，哇！徐慧泽进球没不要，啊！第二局蓝队的攻势蛮快的吧？对，蓝队命中率很高啊，一球一个，没错没错，真的对。球起人落，球起人落。这两个女生呢，黄队哦，打中了，打到许德伟给陈淑琼了。那两个这里一个那个，攻击呢还是攻击呢，都很有一套。加油！加油！不要急，加油！一个人上前，先吓唬吓唬两个小女生。你这这个两个这个，蓝队请进攻。一个那个，两个这个。好，蓝队拥有五颗球，挤满了五颗球。可以召唤了，召唤教练出场。
哎呦！郑敬欣啊，先生好，连得两分，男生队被相中了，相中了，关键。对呀，还出两个人出来球哦。对，蓝队没开始，手上有三颗球。黄队则是刘星宇跟郑颖上来抢球，获得了两颗球。开始了，打死了！郑颖想被判球，黄队先被打出场了。哦，叫做传球往前来做攻击。哇，好险！来个硬判球，攻击男生是完全不会手软的。不要急，单球砸了一阵吉姆，都是空，全部都是空啊！单球还没有，讲话，讲话。目前黄队的优势也才多一个人而已。哇，这个执行的非常成功。蓝队是三个都是男生，好彩线，太高兴了。他回去，这个时间不太一样啊。结果吹了，这个郑敬欣太险，又知道失去了，黑豆哈，犯了两个错，留下了刘星宇一个人，一打三。刘星宇现在要想办法的是，一起啊，一起要隔挡掉对手的攻击，还要接球救回队友才可以。哇，不闪过，刘星宇啊，接到比赛结束，得奖的是。涂善存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善存拿到了这个资格赛的 MVP， 应该心中很多的感想。嗯，我会觉得今天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表现，是因为我们知道黄队有多强。因为我们其实在前两项是因为我们都阐述过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去训练，找出能够逆转的方法，然后从这段过程中前姐带着我们学习信任彼此，所以这 MVP 是属于大家，所以前姐的。原本是想说就没有以为这个赛是没有这个奖项的，所以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我觉得今天自己脑袋其实算是很清醒，然后大家的状态也都很好，蓝队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团魂呐、啊，就是大家已经都知道自己该负责什么工作。我们就是个别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，把功课交出去，然后今天可能是 A 加。